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黄圣依。2021欢乐春节即将全球启动了，快来和我们一起在线上感受春节的喜庆和欢乐吧。2月4日16:30锁定央视频客户端，2021年欢乐春节全球启动仪式暨大话春节融媒体系列节目开幕式，我们不见不散。